又去兰花协会看兰花，又见到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品种，感觉几乎每一次都能见到从来没有见过的花。这次于我来说还有个特别之处，遇到了看过我视频的花友。谢谢这位花友，让我知道这里面真的是藏龙卧虎，有非常非常专业且资深的养花人，难怪那些花养得那么好。今后有时间要常常过来，一方面看花，另一方面还可以学一些知识，顺便还能把漂亮的花拍给您看。上一次的时候，我不是发现这些花的名字都倒扣在桌面吗？这会儿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是为了避免影响评比。这些花都是由这个协会的会员养的，拿过来可以参加评比。评比的时候呢，就只看花，不需要知道这个花是谁拿来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专心的欣赏。